小鸡。哇，好可爱啊！妈妈，妈妈！我天哪，怎么了？又吵吵吵啊！你怎么不给我买小鸡？人家就这一只了，人家没有卖的啦。你偏心！哎呦天哪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！你也想要一个小妹妹这样的小鸡吗？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妈妈有办法了，妈妈给你变一个小鸡，好不好？两个，三个。哇，有这么多啊！那我妈妈看看能不能变出来，我试一次好不好？真的。好的，你看，妈妈这里啊有一个桶子，我来帮它打开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是。妹妹，小妹妹，你给妈妈帮个忙好不好？你把你的小鸡放在里面去，我来啊给姐姐变出小鸡来。来，给它孵小鸡宝宝喽！扣上盖子，来把盖子给我扣上，帮忙扣上盖子。来，把它插进去。小鸡，我开始变喽！变变变！来，打开看看里面是不是？啊，怎么还是一只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没变出来呢？好，那我再来试一次好不好？来，妹妹，再把你的小鸡放里面去。我们再扣上盖子，再来试一次。来，我们最后一次，这次啊，小朋友们一定要支持我们哟。我们再开始，来试一次喽。来，开始啊，都闭上眼睛，变变变变变，睁眼睛吧，打开，一二三，哇，好多小鸡呀！啊，你的小鸡我都不知道哪个是你的啦。啊，这个是你的，那和姐姐拿着一起玩去吧，我们喂着它好不好？